位进行欣赏单口相声《切卖菜》，表演者孔云龙。好，欢迎欢迎。感谢大家的这个鼓励啊，还有小姑娘是来调节的。这个单口相声不好说，红叔也是，他们来是刘元老师，堂堂堂说一大套，一个来钟头。有常来的观众朋友，几乎都是常打到，这个能耐也是有限。我跟人家刘元老师、林杰老师比，我是差不开。虚心的向人学习，争取呢，就是对得起观众，多多的包涵。说什么到不到这个，闲言少叙，咱们书归正传。远桥忽忽悠悠，近桥飘摇摇，在水里一冲一冒。这个说是鱼土，那个说是碎炮。二人打赌江边桥，原来是两和尚洗澡。这是唐诗一首。那个跟他们那个比差的也是远，俗啊。这俩人眼神也不好，用两个和尚的脑袋瞧成这个碎炮，我估摸着两人眼睛也是够小的。我呢讲的这段故事也很简单，每个人这个爱好研究的也不大一样。你看刘元他们研究杨家将，还有什么郭老师研究济公传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研究就是咱普通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。你拿我来说，我家住的也不是很远，就在这儿，这个香港就在这儿住，守着这个菜市场，我就发现是这个卖菜的就特别有意思。但是这个卖菜现在跟过去还大不一样，现在就是两年一堆，一年一堆，都这样。那个年头那个卖菜的可不一样，真的做买卖嘛。经过我的总结，在过去这个卖菜的大概分为这么三种。头一种就是这个走熟街的，好不错的走熟街的。二一种就是这个菜油的。三一种就是这切卖菜的，大概就分为这么三种，咱一一的解释一下。先说这个头一种，这个走熟街的，这是蒋本徒弟小买卖，人家指这个吃饭。这个卖菜的人也不亏心，每天呢把这个菜都洗得很干净，来回来去的在这几条胡同里转悠，街坊四邻、婶子大娘也都很熟悉。到点人就出来，到点人就卖完了，这就是走熟街的。第二种就是菜油子，这菜油子厉害，嘴鼻子厉害，比说相声的这个嘴鼻子可厉害，人家嘴鼻子厉害，人再逗也比人家厉害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菜油子，他不指着卖菜的钱，那指什么呀？行骗，靠行骗这张嘴。说相声有的这个菜油子比还真是一天上一地下，他这个嘴厉害到什么程度，不夸张的说，诸位能把死汉子说翻个身，就这么厉害。早上起来跟其他卖菜的一样，捯饬的也是干干净净的，把菜呢洗的也是非常的干净，撒上清水，你就看着他洗那个菜在箩筐里放着，就那么净净，就那韭菜里洗干净，撒上清水，就上边一站，精神之极。把这个两箩筐菜都收拾好了，担子挑起来，搁在这个肩膀上，颤颤巍巍的，还倍儿清楚。你看你听着这有矛盾，一般那个卖菜那个担子都死沉死沉的，
他这个担子这个菜味儿清楚，味，因为他这个菜品种多，数量少。为什么这样？他这个菜不说什么人都卖，普通的沈大娘过来，他不卖给你。挑人卖的什么人？有钱人，知道吗？你看这位，平时走路拿相机，比如大胡子，戴眼镜，拿把扇子，这种主他不卖。卖给那些个什么呀？穿着西装、打着领带、戴着礼帽的，在那个年头能穿这身行头的，不是一般人。大企业家、大老板，有的是钱呢，就卖给这种人。比如说挑着担子在胡同里走，走着走着就碰到这么一位，大胡同里出来了，一样穿着西装、打着领带、拄着冰棍，一看这就是有钱人呢。担子放下，跟人去套近乎去，说好话，一溜小跑过去。先请安后作揖，礼节大，那个年头讲究。哟，大爷，这个闲着没事儿，您这出来溜达溜达呀？可不是吗？闲着没事儿，上大街上逛一逛。嘿，瞧您这个精神气色可真不错呀！这个红光满面，听说您最近有新开买卖。我这儿得给您道喜，恭喜发财啊！另外，我还得给您道喜，听说大奶奶身怀有孕，得有六七个月。瞧见前些日子我瞧见了吗？我看都显怀了呢。不出三个月，大爷给您添一位大少爷。我这儿给您道喜，我这给您道喜。我这人呐，人。不太会说话，人家听着说这话都亏心，他不太会说话，说起这一大堆。这个前些日子，这个在大街上溜达，有日子可没瞧见大奶奶不怎么出门了呀。大奶奶都有些日子没买我的菜了。你这样，大爷，回去您跟大奶奶说，有机会让她出来，我经常在您这门口路过，她出来了让。我这小买卖呢，还指望您照应不是？大爷，我谢谢您啊，回去您大奶奶稍一会儿，好不好？一听这话茬，大爷心里就明白了，甭问他，这是想让我买他的菜。人家这么客气，又请安又作揖，你说你不买不合适，对吧？买点吧，随口就那么一说。辣椒嘛，你这儿正好买点辣椒。这卖菜一看这大爷要买菜，心里是心花怒放，高兴了。嘿，可逮着一个了，半年不开张，开张吃半年呐。嘿，得嘞，大爷要辣椒啊，您等着啊，我给您拿。在筐里面捡了两个最大最好的辣椒，在身上擦了又擦，蹭了又蹭，蹭的是锃光瓦亮，双手捧着呀，跟地火好似的。大爷，拿点小事儿，直接就紧张了。大爷接过两个辣椒，这么一看，还真不错，这俩辣椒味儿鲜，味儿嫩，很好。这个多少钱呢？一提钱，这位生意头也上来了。嘿，大爷，俺妈还提钱呢。您这是抽我嘴了？瞧您这话说的，两个辣椒我还要您钱，我要不要脸呢？我真是哪儿我赚不来您这钱呢？拿俩银厂吃去，没事，大爷，吃完了之后您让人拿来，这都给您预备好了。好，不说话，人说的多到位。上边的随时上边拿来，都您预备好了。大爷，拿点给您尝吃去。
别想得多了点。人这个做小买卖的，你不给人钱啊，咱占人便宜似的，要不是掏不起这钱，咱别占人这便宜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辣椒啊，我也得给你钱，你这是小买卖，讲本图利的。像你这样来主不给钱，来主不给钱，你这买卖两天你就得黄了。你吃什么？你穿什么的？我得给钱。你要是不要钱的话，你这样，那是两个辣椒我也不要了。一说这辣椒不要了，这个卖菜的脑子飞速旋转，起飞似的。黄，别介，大爷，嘿，瞧您这碗做的，这事儿，大爷您要是非要给。那我就接着，我接着接着，我收您个本钱。我要是赚您一分钱，大爷，我不好的。真的，您要是还账，你是土鳖。你看他听着这像哪句话吗？好不好？在这儿，两个大哥可您不多要，您给七块钱，张嘴。七块钱，在那个年头，两块钱能买一袋面。这个买菜的还张嘴要七块钱，大爷一听，心里也咯噔一下。两个辣椒七块钱，怎么这么贵呀、啊？大爷，这话您问着了，这辣椒可不是本地的，这是打国外空运过来的，也就是您。贵人吃贵物，换了房子闻他都不敢闻。大爷别这样，要是没钱呐，您就拿点吃，没关系，不用给，无所谓。拿，你看这话人都说出来了，你能不给钱吗？刚才都打赌了，你不给钱成土鳖了，那怎么办？也得给啊。很不情愿的，打兜里掏出十块钱来，夹击专业卖菜。找钱，哎，百姓就有点不太痛快了。卖菜的双手接过这十块钱，我不着急找钱，把这十块钱叠好了，搁在自个儿兜里。大爷，这个不瞒您说呀，您说您一上来给这么大的票子，一上来就是十块钱，早上起来您这是头一号。我这还没开张，兜里也没带着零钱。您说我要上银行给您换去，耽误您十年工资，对吧？这样，大爷，您看这个韭菜多鲜亮，我给您来三块钱的韭菜，您看怎么样？我给您做主了，您等着我给您拿。把方里把韭菜拿起来，一根两根三根手捧这三根韭菜递给大爷，您拿俩尝试。大爷接过来这么一看，两个辣椒三根韭菜，舔着脸还说让我拿俩炒吃去。这人吃着是蛐蛐吃着是心里琢磨着，这还溜什么弯儿啊？心里头别扭，别遛弯儿，多扫兴。拿着两个辣椒、三根韭菜往家走，走到家门口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心里这不痛快，憋屈的慌。他想把这个火得发出来，怎么发出来？想回头骂这卖菜的，卖菜多机灵。老江湖啊，混这些年，知大爷心里不住。嘿，一看大爷要张嘴骂街，把担子挑起来，紧跑两步过去。大爷，您还要钱了呀？路都不要了。两个辣椒，三根韭菜，十块钱。再来俩这么大个茄子，一个茄子还不一百块钱？坑死人的！拿着菜回家了。一进屋，瞧见谁了？瞧见那大奶奶了。大奶奶在屋里坐着呢，一看大爷回来了，心里一愣：“哟，大爷，您不出去遛弯儿
门，你们又回来了。低头一看，大爷手里拿着菜呢。折起钱花了，大爷，您说您都这身份了，您怎么那么财迷呀？哪儿捡的菜呀？捡的，我像个捡菜的人吗？买的。大人一听都不明白什么道理啊，买的。我看看，哟，这是三根韭菜，两个辣椒。您忒细致了。您买菜没？三根韭菜，两个辣椒，这怎么吃啊？这个，大爷一听，怎么吃啊？人卖菜的说了，让咱们家炒吃，怎么吃啊？大爷想，哥怎么炒吃啊？大爷一来二去，跟大奶奶仔细这么一说，刚才出门碰见缺德卖菜的。过来又请安又作揖，买两根辣椒，三根韭菜，10块钱。大爷一看，这不能啊，再往下说了，再往下说呀，这大爷这火更旺，往下压一压了。大爷，咱别跟他置这气了，花钱咱得买教训。咱也说了，咱家不短这10块钱的，对不对？这事儿就过去了，你也别生气，别拿当回事儿。回头咱瞧见他，咱躲着点儿得了吗？等回头啊。那个贱卖菜的来了，咱凑合一溜就完了啊！你说你甭管了，你上屋里坐了，喝点啥去吧。有人，什么叫贱卖菜？贱卖菜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三种，就是窃卖菜。这个种地的农民，光为种地，他不会做生意，就是来这儿之后呢，把菜拉到市里来，给钱你就拿走，就这样。这个说话也是有乡音的，可能也是招人不爱听。刚说到这个窃卖菜的事儿，屋里边这个老太太也听见了，出来之后跟那个儿媳妇儿得聊两句，说：“儿媳妇儿啊，别买那窃卖菜的菜，那窃卖菜可不会说话，净招人生气。前两天跟那个街坊二婶还打起来了，打得头破血流的。”哟，别买这现卖菜的菜，听到没有？得了，妈，您甭管了，回头我掂着就行了。您这么大岁数还操这心？行行，来，我搀着您进屋歇着吧。儿媳妇把老太太搀进里屋去了。大奶奶在屋里面擦了桌子，扫扫地，正这功夫，那边还真听，外头这个现卖菜的来了，这必须得寸，不寸我没办法说了。嗯。大爷出去瞧一眼吧，出去一看是这窃卖菜的，长得也是就很土气，这个说话呢乡音比较浓，推着一个土轱辘车，吆喝呢也是外乡音，也不会吆喝，您听着他这吆喝这声儿就不像话，推着一个土轱辘车，嗓门还挺大，一吆喝都这味儿，我没学你。印度水里倭瓜，面大的黄瓜，你说那黄瓜都面了，谁还吃？一度水的老窝瓜也不是要。大人一看这太不会要我了，碰着这窃卖菜的怎么办？也得买点吧，就喊他卖菜的，买菜的还听见了，哇！这么大嗓子能吓着我，过来，哇！我让你过来，听没有？哇！别挖了，再挖房塌呀！过来买点菜，听没有？是热气，过来买点菜，不买菜我叫你干嘛呀？买完你事儿呀？我知道你买的东西，我这如有呗。你这不会做买卖呀？大爷说有没有辣椒啊？我问一问你有没有？哼，
要是不够我菜园里给你推去。你咋那么多废话呀、啊、我过来买点辣椒听没了吗？赶紧把车推过来，不说废话。这时候是卖菜才把这车再推过来，你听着卖菜就死你眼了，也不说好听的。大奶奶一看这辣椒还真不少，但是大奶奶聪明，刚才大爷买菜吃亏了，大奶奶可不能再走那道了。你看转着弯的跟他使个心眼儿，这个卖菜的，这个给我来一毛钱的辣椒。你大奶奶聪明，一毛钱的辣椒最少你也得给一个，没有卖不了辣椒的没法卖。一毛钱的辣椒，说到这儿卖菜的一听，多少钱？又掐辣椒，哼，你吃得了吗？你这卖菜的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废物，你卖不卖呀？卖，太多不卖了呀，你发财了呀。可大爷你接着吧，大爷你就把那个围裙，家里干活你这围裙，把围裙就撩起来了，来搁这里吧，搁这里。大爷心里说，我看你能给多少，来来来，你说一毛钱辣椒还拿个围裙兜着，来来来，搁这里吧，你接着啊。就剩俩了，你把车都给烂了。大奶奶接着这辣椒这么一看，一毛钱给挣得了辣椒，这是便宜没有好货呀，甭想包呗包呗。我说那个卖辣椒的，一毛钱你给这么老些了，甭问，你这辣椒我不辣，你随口包呗包。卖菜的一听，当时就不高兴了，说王八辣椒不辣，你是中国人吗？吃辣椒吗？你辣椒有不辣的吗？你这儿说你拿一辣椒啪掰开了，你吃一口，你吃一口能把你肚子那个小孩你吃一口。大连一听，这干嘛呀？这是挤的人呢。我说卖辣椒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我就这么说话的。你这么说话，你这样欺负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欺负你了。哎，你弄死我！你弄死我！你多严实！你多严实！我躺这没有聊完，半天把我起来。你想弄讹人呢？大连一看，这个卖菜的你怎么那么不会说话呢？我就是不会说话，哎，气死你！我气死你！两人就吵起来了，越吵这个声儿就越大。屋里头这个老太太就听见了，拄着这个拐棍儿就出来，一看自个儿媳妇跟一个卖菜的吵起来了，老太太过来那就劝人家：“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儿媳妇别吵了，别吵了，都买完了都。”这个卖菜的一看老太太出来了，心里倒高兴了。为什么？岁数大，经历过的事儿也多，你得明白事理的。把老太太拦住了，哎，我说老太太，你等会儿再走，我给你评评理呀。这样儿卖我一毛钱辣椒，我可不说急了呀，我记得了大谱了。他说我这辣椒不辣，老太太。你是明白事理的人，辣椒有不辣的吗？我是个做买卖的人，做买卖的人讲究良心，不能够亏心。老太太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亏心，我是你儿子。你说这个话，老太太一听，什么意思？
你要是亏心，你是我儿子。合着我这儿媳妇儿就归你了，我儿媳妇还生我六甲，你这个算是进门当爹呀。老太太一看这小子成亲，这是找便宜，不是善茬。老太太过去点名腰一抬腿，啪一脚，正好踹卖菜的脸，脚印子，老太太还挺棒，咔一脚。你脸这踹大脚印，好，这卖菜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劲儿还挺大。哇、哦，这一脚，脑子没开花就是好事儿。一看这个老太太呀，也不擅长，这么大岁数，抬腿还抬那么高，这才是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知道我怎么跟他打？女同志，我占了便宜也不好啊，好话不好说呀，得了。那就别聊了，退着车就赶紧走吧。一边走还一边嚷嚷，指着老太太嚷嚷，真抱着老太太，让她踹了一下。指着老太太就说：“老太太是疯子。”哈，心想这老太太带着儿媳妇都回家了，她退着车心里不痛快，想刚才的事情，越想心里越憋屈，越想着心里就越委屈。想着想着，别说眼圈一红到哭上了，感觉自个儿很委屈。走吧，推着车走了，头了一个大路哪儿，心里琢磨在这歇会儿吧，把车往这一放，拿了半拉砖头立起来，往这一坐。坐的大路哪儿是哪儿啊？是一个尼姑庵。尼姑庵，我说正哭，正哭着呢，一推门出来两个小尼姑。这两个小尼姑干嘛呢？出来得打扫卫生，扫一扫这大裤衩。俩人一出来一看，这个卖菜在这铺上了，说怎么回事？问你，哎，卖菜的，你怎么铺上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卖菜也是哭的眼泪呵呵的，眼睛啊看不清，模模糊糊也没正眼瞧着两个尼姑。别气了呀！我今天呢，我太倒霉了呀！我刚才我在那个秃了个胡同让我买菜，出来这么一个小娘们，说到这儿尼姑特别不爱听，回事儿啊这是，买卖一毛钱辣椒，不吭不受急着，我记得了大红啊。他说我这辣椒不辣，我说你吃牛，能把你肚子那个小孩儿给你拉秃了，难不了你就吵了起来了，过来一个老太太。这老太太要是善茬儿，可能是五六六十的，我也干不过他呀。这老太太一抬腿，你看看把我脸踹大脚印子，我招他我惹他来了我呀？啊，我想跟他拼命理，他不跟我拼命，非得叫人媳妇回家，我就拦着他了，我都给他发誓了呀。我是发誓都做埋汰人，我不能亏心的，我是亏心老太太，我是你儿子呀。这老太太动手就打。让你评估你，这是什么社会呀？还找不着你呢。说到这儿，尼姑一琢磨，旁观者都听了，你听，你给老太太当儿子，人老太太叫儿媳妇回家，你不明显不占人便宜吗？你这你都这脑子转不过来，尼姑也不想跟他多说废话，出家人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上别地儿去吧，上别地儿卖菜去吧，别在我们这儿了。你看看都弄弄脏了，快走，赶着卖菜的走。卖菜的后就找我两句，把这尼姑给惹急了。找我们两句，这是闲篇儿。哎，都怪奶奶，今天不应该出门啊！昨天晚上我做好梦了，我梦见姑子了。俺尼姑一听，什么意思？梦见姑子了？梦见姑子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我梦见的是两个小姑子，走了邪门了呀！说到这儿，两个尼姑这火蹭一下就上来了，这个上啪一拳，那个上啪一脚，尼姑蹦起来拿胳膊肘，哎呦！直接怼着腰眼儿，漂亮。
接就往南就去了。跑着跑着，怎么那么刺激？对面又来了一个和尚。这个和尚啊，走晕路了。你说你找个人大通道，你找个明白人，你还他不给，他偏找人卖菜的，他给人拦路，还不让人过来，拦着人卖菜的。哎，师兄师兄，你多事儿，你多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意思这是，你啥人都过去了，不是干嘛呢？你这么着急呀、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和尚还挺稳重，拦着还就偏不让他过去，怎么回事啊，师祖？一问一来二去怎么回事？哎，那个老太太咋的？那就不是，就拿好菜来吃。我在土里头苦干那玩意吃，出来两个人，那个姑娘还记你这啥苦？我在那儿吃，我跟他说，我说我今天不应该出门啊，我昨天晚上不做好梦，我梦见裤子了，这个俩人不讲理呀，伸手就打呀，窜起来打我呀，你看我这个老眼都青了，我跟你说吧，那你得听着你，我找他们来，我惹他们，我是犯了急心事了呀，我太后悔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不能再说了，我再说我就挨揍了。和尚扭头这么一看，是头人的裤衩吗？弟呀，就是头人的裤衩啊！和尚跟那个卖菜一说，我该揍你，我该打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念我招他，我惹他了，就那么打我你！我告诉你，你刚才在这歇着裤衩那是尼姑庵，出来两个人呢，肯定是尼姑。你说梦见姑子什么方人呐、啊、倒霉呀、啊、不顺呐、啊，这都不能跟人说。你跟人说完之后，人能不打你吗？人能不揍你吗？你好好想一想。卖菜的一听那和尚这一番话，恍然大悟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刚才